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见，我是爱你们的迷妹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长生不老的奇幻电影《飞跃长生》。小白和小黄是一对表面闺蜜，小黄有一个未婚夫胡子哥，这天他带着胡子哥去见自己的表面闺蜜小白，本是想测试一下未婚夫的忠诚度，因为他之前的每个男朋友都被小白抢走，没想到大猪蹄子根本经不起考验，直接被小白勾去了魂魄。Absolutely no interest in Madeline Ashton. 心灰意冷的小黄从此暴饮暴食，成了一个大胖子。14年后，胡子哥从一个顶级整形医生堕落成了殡仪修容员，他和妻子小白的感情也一天不如一天。某天，他们收到了小黄新书发布会的邀请函，准备前往赴约。为了此行，小白特意去美容院做整容。但他对年老色衰的自己怎么也不满意，于是店里的一个怪男人给了他一张名片，让小白去找名片上的人。小白觉得他是个神经病，将名片撕掉了。小黄的新书发布会上，小白和胡子哥都看到了那个容光焕发、年轻的像只有20岁的他。他似乎对胡子哥还不死心，两人还想再续前缘，而小白已经嫉妒的要发疯了。他趁夜色去幽会自己的情人，想找些安慰，没想到情人也找了一个小情人，甚至还嫌弃小白年纪大。受伤的小白伤心欲绝，想起了白天收到的那张奇怪的名片，前往名片上的地址，花天价买下了一瓶驻颜神液，喝下之后手上的斑消失了，屁股变翘了，脸上的皱纹也不见了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小黄正在他家和胡子哥密谋毒死他。兴高采烈回家去的小白和胡子哥大吵一架，两个人用最恶毒的话攻击对方，胡子哥失手将小白推下了楼，看着摔的样子应该是抢救不回来了。他立刻打电话给小黄，叫他来一起收尸，没想到小白竟自己站了起来，而且脖子扭了个780度，还能手动恢复。这个操作惊呆了胡子哥，他们一起去看医生，医生给的推断却是小白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全身严重骨折，也没有了心跳，还因此被送到了太平间。从来没见过这种操作的胡子哥以为奇迹发生了，便将小白带回家，用给死人化妆的技术修补他的身体。另一边的小黄等着急了，跑到胡子哥的家里闹事，小白因此得知他们想要密谋害死自己，拿着猎枪打死了小黄。然而小黄的肚子被打穿洞了，都还没有死，因为他也喝了能让人长生不老甚至不死的驻颜神液，一山不容二虎。两个女人立马拿起铲子要置对方于死地，但女人之间的友谊又是很奇怪的，没打多久两个人就和好了，甚至关系变得无比亲密，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需求，就是让胡子哥帮自己修补身体。得知真相的胡子哥答应帮他们最后一次，然后自己就要永远的离开这个地方。俩闺蜜自然不同意，她们不能失去胡子哥精湛的修补手艺，而要让胡子哥留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他也喝下驻颜神液，只有成为一条船上的蚂蚱，才能让他永远留在他们身边。于是他们将胡子哥打晕，带到了那座神奇的宫殿。胡子哥也差点在他人的唆使下，为了能重新拿起手术刀的梦想，喝下那一瓶驻颜神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突然想到，如果自己长生不老，只能看着身边的挚爱一个接一个的死去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他并不渴求长生不老，这一生对他来说已经够活。说完便想逃跑，但在逃跑的路上，他不小心挂在了空中，眼看就要摔死。小黄和小白都劝他赶紧喝下那瓶神液，这样即使他摔下去了，也可以自己将自己拼凑起来。胡子哥一直非常坚定地拒绝了，然后从高空掉了下去。所幸下面是个游泳池，胡子哥并无大碍，在现场开了一辆车跑了，永远地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而失去了胡子哥，想青春永驻的两姐妹却开始蜕皮了。37年后，胡子哥的葬礼上，牧师正在讲述他一生的事迹，家庭幸福，儿孙满堂。他青春永驻的秘诀就是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人们心中。教堂后座却有两个奇怪的女人发出了诡异的声响，是小黄和小白。此刻的他们已经面容全非，还在争吵中不慎摔下了台阶，两个人的身体都破碎了一地，只剩下一个头的他们居然还能聊天。所以这个驻颜神器有人想喝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变成老妖精哦。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，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。下期见啦。